法说呢？第四位是出现在1991年的当代跨界艺术家，我们2014年的十大杰青和马会大使马兴文教授。中小學處副有校監，我們有職業級英文小學郭雲校長，職業級英文中學柯永強校長，校友會會長高尚仁先生。今天的場典禮現在正式開始，有請聖若瑟英文中學校旗手和制服團隊帶領主禮監進場，並請一眾校友會董事陪同。1995